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如这个图啦，水平地面上有 A、B 两木块，将 A 放在 B 上面啊，当有水平力 F 呢拉着 B 的时候，那 A 与 B 一起做等速直线运动了，也就是这个速度呢是等速的，那也就代表加速度等于零了，那代表合力哦。合力是等于零的，啊，合力等于零。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好，首先 A 跟 B 之间有摩擦力，错了，没有了。如果哈、哦、它对它有摩擦力的话，它就会加速了。哦，摩擦力我们知道是水平方向，它在水平方向呢没有加速度，代表它在水平方向呢不受力。那代表呢摩擦力等于零，它给它摩擦力等于零，所以没有摩擦力，所以 A 是错的。这样看 B 与地面呢有摩擦力，这个对啊，为什么有摩擦力呢？因为它有外力啊，如果你没有摩擦力往这边的话，它会加速，所以它一定有摩擦力啊，而且这个摩擦力跟外力一样，所以呢 B 是对的。这样看 C 啊，所受合力为零，这个对啊，因为它做等速运动了 ，C 也是对的。这样看 D，B 给 A 的摩擦力向右 ，B 对 A 没有摩擦力。这样看 E，A 给 B 的摩擦力向左 ，A 对 B 也没有摩擦力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B 跟 C。